可以，不是职业选手，所有的都是对的。你看好这把南刀锋肯定很菜，行吗？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传送加惩戒可以啊，是个狠人。嗯，这你遇到野区强势的英雄，给你锤烂。比如说这把盲僧，我们一级学一个男枪打中单，一级学个 Q 应该 OK 的。嗯，可以。职业选手，嗯，先偷袭一波。如果我偷袭单枪，我肯定一级学 Q 会屌一点，对吧？来 ，AQA 先给他来个 AQA， 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嗯，等男枪过来，男枪不来过，男枪不过来推线，什么意思啊？哟 ，A 接胯下插针接平 A， 好，他的枪看到没有，打歪了，看到没有 ？Q 打歪，而且我隐身出来，我的被动会提供攻速，好吗？这个很强 ，AQ。再扎他一波，很难受。继续压制，想补刀不存在的，好吧？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补刀了。嗯，好，我已经两级了，正在报告。我已经两级，你已经没有资格补刀了。没中传染，没中传染，对吧 ？Q 技能不着急用啊，他不跟我打，这人很聪明。这好烦，嗯，很猥琐，他应该在喊打野，感觉他这个样子感觉像是喊打野的样子，没毒传染，嗯，这不够，男枪不是没毒传染，嗯。哎呦我操，没毒传染，嗯，没毒传染，嗯，操你大爷，我好，这个人太猥琐了，能不能找个班上去啊？这个人玩个男枪怎么这么猥琐，你搁这来回走，我也不动，嗯，死了吧。哎呀好气呀、啊、操 Timo 干不过他，兄弟干他了，中路有头可以拿，赶紧来拿啊，不拿血亏，嗯，脚底抹油，毒是倒霉的毒啊，中我倒霉的毒，他要倒霉了呀，这个很烦。哎，我这个强攻 Timo 为什么爆发没打高，我好，他带多兰盾呢，哎呀我好气啊，我就要干不过他，我太气了呀，兄弟，我学个E技能，咱还是得主E的，嗯，主E跟他刚问题不大，嗯，我被塔打了很多下，我急了，我太想杀他了，其实我没必要起特别多的杀心，在塔下让他无法补刀就可以，可以没有用，他拿一血照样打不过我，因为刚才我是被塔打了很多下，他肯定以为他打得过我，那他错了，嗯，塔是打不过的，哦，胯下扎针，嗯，这塔跟有个大病一样，这塔、啊、这塔真的跟有干啥呀、啊？白打啊！啊，走位，个头小，走位好，就问你受不受得了？对 ，A 你怎么说？看到没有？肯定打不过的。他想正儿八经跟我一 v 一，他是干不过的。刚才我只是被塔打了很多下，好吗？插个眼，
男刀其实可以过来抓他一波，该说不说。嗯，嗯，他六级了，小心一点。六级的话，咱得注意点。哎呀，好气啊，兄弟们！我操，我菜的一逼，兄弟们。嗯，来个增幅宝典，再来个血。嗯，整装待发。这打的快脑溢血了，兄弟们。他六了，我才五级，现在感觉不一定干得过他了。这人带征服者，他居然没有带迅捷步伐，可以。嗯，看来 Timo 好像并不好打，矮子战术。其实我们打这个男枪应该主 Q 的，主 E 的话干不过，因为主 E 的话我们手短，好吗？但是我们 Q 射程长，挂下扎针，看。可以，问题不大。我要隐身一下，挂下他的。操，这也能补刀刀。他准备做狂风之力，这人可以很会玩。这人是会玩的，准备做一手狂风之力。嗯。他得中我一个蘑菇，他得吃我一个蘑菇，他才能死，不然的话我杀不掉他。差一下死了，兄弟们，真差一下。嗯，太可惜了。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可以喝口水下去。看来 Timo 这个英雄不太适合我，兄弟们。每个人都有每个适合的英雄，这 Timo 有点不太适合我。嗯，他现在三个头了呀，现在不是很好打啊，现在不太好打。可以。问题不大啊，问题。矮子战术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主 Q 好了，这应该主 Q 了，主 Q 带电型，或者带个黑暗收割，随便打。嗯，好，溜了。插个眼。他会踩，可能会踩，往这边勾引一下，来了，哎，哎，哎哎哎哎哎，操，这中了枪口了，兄弟们，他出动攻了，兄弟们，哎，坏了，嗯，我有点下饭呢，讲道理，我这还没开始就下饭了，嗯。瞧，脚底抹油，我有点下饭的啊。嗯，可以，下了，坏了，坏了。嗯嗯，这人家是玩游戏，我们是被游戏玩，我靠，这个怎么打？这太难打了，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。但是我的队友还是优势啊，可以，队友 C 一把。Timo 被削了，兄弟们，下个版本 Timo 要被加强了。嗯，可以吧？我看来我在中路好像打不到头了，拿不到头了。那接下来只能通过我的游走来 K 头了。不好意思，看好我的位置，来。脚底抹油，
我跑得飞快，没渡上了，没渡上了，放下这扔就没渡上了。哎，这当时叫啥？哎呀，我太惨了。我这比美团外卖还能送呢，这，哎呀，我太惨了。嗯，舔到了，好大，哎呀，差一刀。哎，好舔啊，漂亮，有助攻。恶魔法典。嗯。好舔，好舔，好舔。他这个人英雄盾弓出了不是很好杀的呀，漂亮，可以，会玩会玩，漂亮，我来了，脚底抹油交给我了啊。哎，什么意思啊兄弟们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靠。哎呀，600块拿来，直接矮子弹，嗯，干啥呀，是不是吃屎了，来呗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哈哈，谢谢谢谢老板啊，可以考一个顺风踢，他这个踢踢得好啊，这波踢让我可以 Q 到他，不然的话 Q 不到。哎呀，这人会玩呢。相当漂亮，脚底抹油，那我现在输出还不错啊，我神话装备也做了，对面也做了个神话装备，也就是说我的装备现在跟他是5-5开的，虽然说我拿的头是两个，但是我拿的头是终结，好吧，这就不一样了，终结很强，漂亮，矮子战术，这里有个小针眼，抬一下，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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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矮子战术，挥，挥，挥，嗯，胯下扎针，这难道不来抓吗？这难道？能不能玩了？会不会玩？嗯，矮子战术，胯下扎针，雷毒传染，雷毒传染，脚底抹油，嘿嘿，这一波很赚啊，这一波换血不错。嗯，嗯，不太好杀他呀。再中一个，好，哇，伤害有点高、啊。这人现在有不朽盾弓了，现在不是很好杀他，建议游走。下路机会很大，矮子战术，算了。这个盲僧的话不好杀，这个盲僧的话4个头4-2，不太好杀。咱们偷袭一下对面怎么样？矮子战术。是长官。好，现在下路已经被我包围了，他马上要隐身了，兄弟们，应该追不上。梅毒传染，点上点梅毒传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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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谢谢老板的300块钱。谢谢老板，擦个眼。打穿血，纳什之牙。好，我觉得这一把我还可以出杀人书，说实话。走，他肯定会踩我的菇。不踩吗？踩。哎呦，操，不踩。不讲武德，
偷我机啊，偷我兵线、备线。是长官。好，吃塔皮。好，漂亮，难枪死了。应该不用去啊，应该是不用去。漂亮，我们继续推。漂亮。那我很爽，这一波的话，咱们拿了有1000多块钱，先避一下。瞎子在下。上了的话，我跟他单挑不一定打得过他。我们先回家一下，回家的话，我们1100块钱先买个反曲之弓。现在我觉得对面应该是打不过我了。好，脚底抹油，他现在应该是打不过了。漂亮，捡回复感觉也可以出一个。哎，这战术，因为他不铲吗？这个人居然不铲我的弓，我靠！越往后对面越不好打的，因为 Timo 的话在团战里面是很强的，虽然说我们的手很短，但是在团战里面，在后期中后期，对面一旦中我一个蘑菇，对面就丧失了打团能力了。看好了。这一波他可能会进草支援下路，应偷袭一下。梅毒传染，接跨掉，接梅毒传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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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跨下这灯。操！我是你哥，我操！我真的是吐了。我打你妈的膝盖！我靠！这个盲僧有点烦啊，这盲僧。不讲武德呀，这是。嗯 ，Timo 打团很强的。我靠！跟战神一样，这人。这人不够细啊，这人会不会 Q 一闪？哎、脚底抹油。我来了，看好我的位置。可惜可惜，脚底抹油。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胯下战术，敢排我姑。他单挑现在打不过吧？对吧？这里再中一个，好。我这个箍中的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胯下扎针进行梅毒传染，哎，这战术，死 A， 胯下扎针 A， 脚底抹油，可以不上队友，那吃个蛤蟆，问题不大，可以，龙的话刚才好像没拿到吧，对面把龙抢了，我吐了。在对面把龙抢了，我们这个龙没拿到，可惜。对，把线劈了，不急，不要着急。哎呀，你咋这么烦呢？这个人是真的烦啊。俺先毙了，1500块，我这个等一波，对吧，偷袭一下，偷个蓝他不香吗？是不是他肯定会过来。我打蓝其实挺快，感觉我打蓝其实还可以的，速度还不错，看到没有，打蓝其实挺快。脚底抹油，A 你，我后面有卡莎 A 你，A 你胯下的 A 你 ，A 你 ，A 你 ，A 你，溜溜球，可以一换一不亏。
老鼠来了，老鼠小心啊。看一下 OB 一下船舰的蓝刀空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可以，很坚挺很坚挺。怎么说，差钱，蓝刀伤害不错啊，而且还挺肉，可以。嗯，是长官。只要有提莫的局，你会发现队友打得很舒服，因为提莫团战可以输，提莫必须什么，他们的第一目标肯定是我，什么，所以说咱家队友其实打得很舒服。来，我来了，胯下扎针，接点燃，接梅毒传染，接梅毒传染，接矮子战术，胯下扎针，操，这个这是青钢也还没死，我好，可以，我罚我三天之内不玩提莫，好吧？这射击师怎么能射击这么愚蠢的英雄？我好，嗯，我太难了。嗯，长得挺萌，这提莫长得挺萌，就是他的打法不是特别近。嗯，王村伤害太高了，纳什之牙可以做了，两个大剑，三大剑带鞋，三大剑带鞋，三大剑带鞋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把我的装备跟我的队友还是五五开的。嗯。我来了，不应该的。其实我一个英雄再猜，我不应该死九次的，好吗？中过去，这不应该。嗯，这死的太多了。这如果你是在对面的话，你肯定以为我这个提莫应该是本地人，对吧？你肯定不会以为我是外地人。我的伤害是很高的。老鼠没死吗？老鼠，老鼠居然没死，我是你输了。脚底抹油，柴石，柴石，脚底抹油，漂亮，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他们打团的话，可能会踩我的蘑菇，一旦踩我的蘑菇，减速以及。面具的灼烧以及高额的伤害，对面是顶不住的，好吗？你这把出去看，我的伤害绝对不低，而且很高。三郎有没有？三郎没有，先毙了。回家的话，感觉可以买一个捡回复，因为这把对面回复还是比较多的。来个泯灭宝珠。有人说主播这一波你是局外人，可以，说明你可能只是看到了这个。人头，这一波这么跟你说吧，刚才那一波我的伤害绝对是最高的，你肯定不相信，好吧？如果你在看比赛的话，有 AI 上校的 ，AI 上校给你展示一下，刚才那一波伤害肯定不低，可以。但是高风险高收益，我们的话也是容易被对面杀的，好吧？因为我们伤害太高了。可以，好大，大四个，怎么说？和血暗子，漂亮，蓝刀锋无敌，漂亮，蓝刀锋无敌，蓝刀锋无敌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？我死了，你会发现，我还可以拿助攻什么的，有点无敌。把鬼子往这边引，漂亮，哎呀。居然扫描了，把这卖了。
这一波很难过、啊、这一波还是可以的，这一波还是赚的。来脚底抹油，你在装什么东西小老弟、啊、体型并不能代表一切好不好，真以为我打不过你们呀，开玩笑。脚底抹油，蛤蟆吃一下，兄弟们这把信不信我的伤害不低，信不信？大家都在说主播是个局外人，但是何尝不是每个人都是局外人呢，对吧？难道你是菊花人吗？推了，直接推荐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局外人。是长官。就好比说我在直播，你在是，就好比说我们在看职业比赛，实际上我们不是职业选手，但是我们在评论职业选手的事，其实我们就是局外人，好吗？哎，在战术不打大佬吗？感觉可以蹲一波青钢影啊，一副要死的样子。哎，在战术啊，感觉青钢影单挑打不够啊。战鲁吗？战鲁吗？战鲁吗？怎么打？开玩笑，怎么打？对面最肥的一个青钢影已经被我拿捏了，接下来看队友怎么说。对吧，无敌了，已经无敌了，漂亮。盲僧已经逃跑了，退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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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溜球。拿一个红 buff， 这一波的话立功了，偷了一波高地，可以吧？再把这个红 buff 一拿，很赚，相当赚，身上接近有3000块钱。这一波回家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大鬼书。好，再推一波线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Shut down。这一波龙被抢了是什么意思？后一波二卡，死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一个 Q 就没了。他可以打我10下，但是我杀他只需要1下，3600块，3600块。其实现在我可以买帽子了。这一把对面魔抗其实没有出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暴力魔杖换了，或者把杀人书换了，换个大面具、大帽子，这么出应该可以，对吧？伤害现在是有点恐怖的，现在咱们的输出。还行，问题不大。我现在已经17级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你会发现我的等级是全场最高的，输出非常高，对吧？不要慌，脚底抹油。接下来我要中蘑菇了，接下来我一个蘑菇能炸1000多滴血。对吧，配上我的面具的话能炸个1000滴血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重点呼，哎，在这儿，哎，在这儿，七，漂亮漂亮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哎，在战处。为什么对面的老鼠伤害这么高？在哪里？该说不说，输出有点高。
吧，再说不说了，炸到了，他死了，伤害极高了，是不是死了可能。他不敢来，因为他已经回家了，好像在这个地方隐身，可能我毙了，他已经被我炸了，就残血了，就是残血。好，他死了。操，搞偷袭，我是你哥，可以防不胜防。莫雷洛发帖，防不胜防，我靠！这一波不是老鼠的一个平 A， 他必死。嗯，哎呀，没啥伤害呀、啊，漂亮，天神下凡。嗯，这一波就是我的队友前期打得非常不错，但是后期你会发现我们的作用就起来了，对吧？这几波的话，其实我们好几波已经力挽狂澜了，我们回家买个大那个虚空之杖可以吧。嗯，虚空之杖可以来一个，来个矮子战术。嗯，好，漂亮。中个菇，中个菇，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，插个眼，这老鼠很烦啊，兄弟们，这把这个老鼠挺烦的，身上还有两个菇，老鼠可能在隐身，我们小心。十八级了，等级有点夸张呢，十八级。等级有点夸张，溜喽！天音波踢到，没事，我旁边有个木木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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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。现在只要他踩我一个模糊，我就可以秒着，最好给我，可以。矮子战术，起来就上。抬起来，脚底抹油，闪现胯下扎针 ，A 你，脚底抹油 A 你 ，A 你 ，A 你，漂亮！猜一下这把输出谁最高，兄弟们，猜一下，这把伤害如果不是我提莫最高，我就直播吃屎，好吧？可以推塔，可以推。不是伤害最高，直接直播吃屎，做的不错，对的。得一波致盲。哎呀，我飘！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好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好吧，看一下。好，操，我是你哥，可以，这一波直接裂开。怎么是剑魔的伤害最高，但是我绝对是伤害第二高的，好吧。我操，哎，这个剑魔怎么最后一，他肯定最后一波嫖了一点伤害，兄弟们，我五万五，他五万，我五万一千二，一千九，